天呢，我跟文当呢要带大家去吃一家在九州非常有名的寿司，叫做石西托拉。我跟文当自从来东京之后呢，就非常非常想念九州的寿司。那我们在九州的时候也有吃过这家石西托拉，结果没想到它在东京居然有店。然后我们两个吃了第一次之后，觉得太感动了，所以就决定要拍影片跟大家做介绍。東京でも食べれるなんて幸せだ。本当に美味しいからね。皆さんも一緒に食べた気分で一緒に食べましょう。Let's go。わお。イエイイエイ。我们终于坐下来了，当。いや、楽しみだ。並んだ分だけ美味しくなるんだ、こういうもんは。我觉得文当每次会讲这种话是超可爱的，这所以让我觉得排队等很久也没有关系。现在给大家看，他们这里呢是用平板点餐 ，Enter。然后有两种语言，有日文跟英文，我们选日文。那现在呢，因为是秋季，他们就有秋季推荐的菜单。然后呢，往旁边滑，还有九州特选的，有很多是九州知名的鱼类。然后呢，还有这里最有名的炙烧寿司，西托拉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炙烧，他们都会做成像这种是炙烧的鸭寿司。炙烧的最特阿布利了呢。他们这里阿布利非常的特别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来的话，都可以点点看阿布利。全てがね、とろけるんですよ。接下来呢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菜单，像这个呢是平日限定的午餐套餐。然后往旁边滑，还有盐味柠檬，然后还有其他炙烧。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宫崎牛的吉上寿司，感觉超好吃，是一个好贵，一个要680日元。然后往旁边滑，还有很多各种寿司，还有这种三罐寿司系。如果说你想吃很多种类的话，可以点这种一盘有三个的。还有很多白身、虾子，还有光物。然后旁边呢，旧节寿司，还有这个 Hosomaki， 我跟文丹不太会吃这个。然后还有军舰，还有小朋友的套餐。我们看看到其他客人超多家庭的，所以应该很多人都会点这个。このしじみの味噌汁は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かった思います。文丹上次就点了这个味噌汤，而且很便宜，一个才220日元。那还有甜点的样式也很多，我跟文丹上次没有吃到甜点，这次想要吃。还有酒饮料，我每次来这种地方都会点这个，文章就会觉得我很浪费钱。だってこれ普通に売ったら100円とかだよ。然后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里的酱油也非常的特别，他们有三种酱油，一种是甜酱油，因为九州的话几乎都是沾甜酱油，我跟文章也是非常的爱甜酱油，我们两个现在自己去外面吃寿司，有时候都会带自己的酱油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寿司虎他们自己出的胡子酱油，然后还有一般的本酿造酱油。これ前ね、食べた時はこっちのトラムラサキが好きだったんだよ。ズーちゃんはこっちが好きだったね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两个颜色不一样。右边这个是干口酱油，然后左边是胡子酱油。サラサラとトロトロだ。こういう醤油もこだわってる部分いいよね。大家看，它这个饭呢、啊、是有颜色的。这个饭真的超好吃，我觉得他们这一家就很有魅力的，就是虽然很多家寿司店的鱼都很新鲜也很好吃，可是就这个饭是灵魂，真的推推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点的炙烧特选三罐，分别是 Chutoro 还有 Hotate 还有 Anago， 这个超好吃，它有两片。特に俺アナゴが美味しかった記憶ある。なんかね、入れた瞬間にとろけるの本当に。まだ来た。僕のしじみだ。文章的味噌汤来了。噔噔。啊。当当的味噌汤。哇。まず炙りから食べます。このね、赤酢がね、またいい味出してるよね。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。これはもう何もつけずに食べ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とろける。もうほっぺが落ちる。アナゴのレベルがやっぱね、どこの寿司よりも美味しい。大家看它这个血子的这个油光，而且它是两层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入れた瞬間でしょ？它那个鱼肉啊，直接化开耶，就真的跟一般便宜的血子差很多。然后茶也好喝，然后呢是炙烧干贝，他们的炙烧呢上面都会撒一点盐来提味。你刚才听吗？
檬的味道，又跟刚才的血子吃起来是不一样的感觉，很好吃。努力西，我们都碰到吃小西。真的跟大家说，如果现在可以来吃的人，真的是推荐，好吃。いや、本当熊本思い出すな。ね、熊本いた時毎週寿司食べてた。ね、美味しかったよね。私九州の寿司が日本一だと思う。ね、俺も思った。北海道も美味しいと思ったけど、俺はね、個人的には九州の方がね、美味しいと思った。私も。九州最高。其实头头是长这样，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刺烧很特别，是他们刺烧上面都会有这个花纹。炙ってる感じがなんかまた美味しさを引き立てる。しじみの味噌汁です。ちっちゃいしじみがいっぱい入ってるのがまた美味しくて、このスープがねすごい海鮮の味もして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いんですよね。普通のアサリスープ味噌汁は結構あるんだけど、しじみのスープって味噌汁ってあんまりなくてね。このしじみの味噌汁は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いです。言えない。好傻。然后是深海老寿司，他们这里没有甜虾，我一开始蛮失望，可是那一次吃到深海老寿司，天哪，超级好吃，推荐给大家。就光是看就知道它吃起来一定超弹牙，好幸福哦，真的。它有两种酱油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一盘有两罐，两罐都可以吃到不一样的风味。我自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两罐吃不一样的酱油，来感受它的不一样的感觉。なんで九州のお寿司ってこんな美味しいんだ？なんかお寿司で冷えたね口を味噌汁の温かさで包み込むみたいな。わかる。しかもその味噌汁も海鮮の味がするから、お寿司の邪魔をしないの。ふーちゃん、説明なんでそんな上手なの？さすが。然后是我点的生鲑鱼也来了。这个生鲑鱼呢，我上次的印象就是它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普通，但是配合它的这个饭吃起来很好吃，很鲜甜。什么？再搭配它的瓦萨比吃，好好吃哦。饭是甜的，然后鱼又很新鲜，味道非常有层次感。文章又点了一次我们一开始点的特选三罐。至少寿司美味しいんだこれが。本当この穴子は俺恋に落ちたから。好吃。好吃。然后呢，为了满足文当爱吃鱼浆制品的愿望，我们就点了鹿儿岛的沙司マーゲ。九州のこういうものがいっぱいあるのが好きだの。思った以上にねふわふわしてる。结果我也又点了一个生サーモン，然后文章他其实也又点了一个一样的，大家猜他点什么？いやみんなね予想できないと思う。就是鹿儿岛的サツマ揚げ。なんかさっきと形状が違う。对，我们刚才吃的是扁扁的，他现在这个怎么像是咖喱面包一样？揚げパンみたいだ。見て。ふわふわしてる。哇，好厚哦！好吃，好吃啊！我喜欢这个，真的真的好吃。一盘有几个？八个。两个。两个。甜点来了，我们点了芒果布丁哦。布丁。我们在熊本的时候，每次只要吃寿司，结尾都会吃布丁。ちょっと苦手かもしれない。なんで？濃厚すぎるか。它的颜色呢，也是比一般的布丁还深一点点。美味しいよ、濃厚。大好き。嗯。いいね。好吃啊。它的芒果味很浓啊，完全就是一颗芒果的感觉。我们吃完出来了。吃完啦。果然九州的寿司就是不一样。アナゴからして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。那这家店呢，东京的话是在二手玉川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试试看。然后呢，一定要试试看他们店里面的两种酱油。炙り系は全部美味しいと思います。炙り系はぜひ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。あとね、しじみのね味噌汁も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。あれ美味しかった。あれ本当美味しかったね。私も好きです。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文当今天的穿搭。このコートはですね、ゾゾタウンで16,000円ぐらいで購入しました。これ去年から着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、とてもね好きなんですよこれ。めっちゃ似合います。可愛いよ。で中のシャツはですね、これユニクロで、まあだいたい2,000円ぐらいかな多分。そんぐらいで買ったと思います。これもね黒で結構好きです。ズボンの方はアーバンリサーチさんの方のズボン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靴の方は竹岡
キクチ、これ3万円ぐらいだったかな。だから全部黒だといつもと一緒になっちゃうんで、秋っぽいコートに合わせた感じです。似合ってます。続いてはルーちゃんのコーディネートです。イエーイ。那我的上衣呢，是我们公司 Round Table 今年的秋冬新品，是一个 Set Up。这一件呢是两件式，它有一件针织外套，还有一件无袖的高领毛衣。那这一件呢，它有出两个颜色，是 Beige 还有 Navy。那我穿的是 Navy 的颜色。这一件呢，因为它是两件式的关系，你可以分开搭，又可以一起搭，我觉得很方便又很可爱。裤子呢是 Seika 厂给我的，好像是 Uniqlo 的裤子吧。那这件裤子呢，我觉得它跟上衣的这个 Set Up 很搭，所以我就这样子搭。那鞋子呢是我在网络上买的，这个品牌叫做 Polanco Lunette。那这一双鞋呢，我很喜欢，我已经买了两双了，超好穿，而且它虽然是有跟的，可是走起来完全不会累，不会酸。これがルーちゃんの全身のコーディネートです。那今天我跟文当背的包包是一个英国伦敦独立设计师的皮件品牌，叫做 Bella Bella。他们的商品都是在南美洲玻利维亚制作。那商品呢都是以复古经典为主，我很喜欢这个英伦复古风格的商品，所以看到这么有质感的包包，真的超兴奋的。那他们的包包呢也非常实搭，跟很多风格的穿搭搭配也不会有违和感。都是用天然未加工的牛皮制成的包款，所以包包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斑点纹路，都是天然的现象，不是瑕疵哦。每个痕迹呢都是这个包包独一无二的印记。那首先给大家看文当背的包包，是 Flynn 的正方复古后背包。これとてもおしゃれだよね。これ文当がサイト見てすぐ、いやこれだって決まったね。ランドセルっぽい感じなんだけど大人感、レトロな感じがすごい好きなの。これすごいね、一目惚れしました。これじゃあ実際に開けてみます。いや、この開け方もおしゃれ。そう、このちっちゃいところにね、ルーちゃんからもらったこちら名刺入れ入れてます。すごいね、上質な革が使われてて、もうね、全然型崩れしない感じがする。ここもね、おしゃれなの。カチッと言ってね、あのカチッの音も好きです、ね、私ベアラベアラさんのロゴが入ってます。あと中のね、この触り心地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。すごい職人さんがこだわって作ってる、なんか気持ちが伝えてくる。そう、すごいね、綺麗なんです。ここにもね、チャックがありまして、開けてここにね、カードとかレシートとかも入れてます。あとここ見て、めちゃくちゃ物入るんですよ。每次我跟文章出去的时候就是都要放我的相机，但是我的相机非常的大，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数位相机，还要放脚架什么的，每次挑选包包的时候都很麻烦。那像文章它这个容量这么大，就可以放我的相机，就觉得非常的方便。15インチの PC も入っちゃう。あとね、ここもね、またおしゃれでさ、好きなの、好きなポイントとして、これ見て、ベアラベアラのロゴがここにもあるの。彫ってあるからさ、消えることがないの。高級感あって好き。ここも収納があってさ、こう開くの。え、めっちゃ使いやすいじゃん。なんかここにも物を入れるからとても便利。ここもおしゃれよね。普通のバッグだったらここにこうあってこうつくじゃん。でもこれはここで合わせて使ってるの。これまたおしゃれでね、あとね、背負った感じね、すごい背負いやすかった。これもね、調節がね、すごい可能で、一番ね、短くしてて、これあとね、1,2,3,4,5 段階できて、合体がいい人で全然ね、使えるいいものだと思ってます。しかもこれ取り外し可能なので、もしあの後ろ背負いしたくないんでしたら、こうやって手を持つタイプとかもできます。使うのが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くなるぐらいおしゃれなの。自分もおしゃれにならないとって思って、これ一つだけでおしゃれ度がね、一個上がる気がする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的包。那我的这个包呢是 Alex 的 mini。 它这个呢除了 mini 之外还有一般的尺寸。那这一款呢它是以老式望远镜为发想，它的造型呢是圆筒外形，还有仿旧的黄铜开关。那这个包包呢，它有两个颜色可以选，有棕色跟黑色。那我这次呢还是选择最基本，我觉得最好搭的咖啡色。那它这个开关呢，也是跟文丹刚才那个一样，这样子咔打开的。大家可以看它的里面的内里，很好看，是红色的格纹。它这个红色格纹设计啊，我觉得超级英伦的。而且它这个材质不是用皮，是用布的方式来做的，有一点淘气的感觉在里面，我觉得超可爱的。然后因为它这个是 mini 的关系呢，它这个包包里面的容量就其实没有很大。那我这次呢是放了一个我的短夹，还有我的口红，还有腮红，还有再放我的手机就差不多了。它是非常的小巧可爱，你们看，那它这个高度差不多这样。我放短夹之后呢，差不多还有这样子的高度可以放东西。然后这个包包的背面呢，就是刚
才文章有介绍的，就这个金色的 Play-Doh， 就这个金色的非常有画龙点睛的感觉。因为这包包整体呢，看样子都是咖啡色的，它这样金色的闪亮在那边就很好看。而且像文章刚才讲，它这是不会掉的，因为是用刻的。那这个肩带呢，可以选择要皮背带，还是像我这样子选这个链条，那或者是呢可以加购15英镑，就是两种背带都有。好，那这一次呢就是贝亚拉他们非常的感人，还有提供9折的优惠码给观众。大家如果要购买结账的时候，可以在优惠码的地方输入 RU10 就可以享有9折优惠。那这个优惠码呢可以使用2个礼拜，就是从我的这个影片的上线日期开始算。那有兴趣的呢都可以到资讯栏那边有更详细的购买资讯。这边真的可以。好，那谢谢大家先看我们这个影片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当拜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、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。